使君罪人就交给你了。等一下，求他，求他娘，求他不行，等一下。 忍着点啊，我很轻，不疼。你们先下去吧。殿下，出去。 你是想害死你哥哥跟我吧？砍头抄家的祸事，别人跑都嫌躲得不够快。你倒好，想赶着往上凑，为了个毛丫头，你自己送死不打紧。娘娘，知道他没出息，没想到没出息成这样啊！娘娘，幸好。 罪证确凿，不然连我也说不清了。娘娘，他东宫的烂事，差一点就惹上了我的身了。平白哪里来的晦气？你居然敢，还护着他？娘娘，他要是再敢出去，再给我惹上一点嫌疑，大郎跟我……娘娘，本来没有的事。
怎么就连东宫的女人都认识呢？ 小人知道，殿下不会相信小人，小人也知道，对太子妃殿下，小人有不赦之罪。就算是求死，小人也一定会赎罪。但是在小人死之前，还是要请殿下。 请具辞啊！你想让我亲自审你？是。看来你不只是胆大包天，还是无耻之尤。小人相信。 想让我明察，那你也应当事成。 不如你来告诉我，你真正的名字。 姓顾，你到底是谁？谋害太子妃，到底是奉了谁的指令？今天投水又是为了包庇谁？你不说的话，难道？ 不知议题的颍州，于殿下而言，还不如太子妃殿下的冤情要紧吗？对，你的隐私、你的性命，根本就不配跟他相比。你也不配。 王城市，人到了没有？是殿下，人已经到了。来，殿下，弑君罪人就交给你了，进来。
请你务必查出元凶，再把他明正典刑。小人不能。这个人我知道，狡黠隐忍，绝非柔脆之辈。对他，只有他，殿下，只有他。张尚书，殿下，本宫准许你对他。求求你了，只有他不行。殿下。殿下，悠悠，悠悠，悠悠抛弃我了吗？殿下，张尚书是太子妃的侄亲，他判案不合适吧？宫人故事，本不问。太子妃和皇孙是不是？不是我。昨夜我一直守着汤药，未曾暂离。奉给殿下之前，也亲口尝过。证据确凿，恐吓卫指挥使都已经查出来，你还敢？六皇子，他现在怎么样了？什么？尚书断案，连这些都不查问的吗？席间，六皇子也一样中了毒，他可没有喝过药啊。我见到他和太子妃都吃了的，只有米苏食。那种东西，殿帅已经查过了，其中无毒，有毒的只有……那又怎么样？当时情况混乱不堪，想替换易如反掌。汤药也是一样，怎么就知道不是在我离开之后，乃至是太子妃毒发之后，才有人向汤药中投毒的呢？谁会处心积虑的诬陷你？哼！怪不得殿下说你脚快闪电。来人！本来就病得不浅，还自己要往水里跳，害人不浅，也该找他了。把那个炭炉端过来一些。是。